升国旗、区旗及锦旗，奏唱国歌。升国旗，起立。今日的升旗儀式由特區政府一眾的紀律部隊聯同屬下的青年團體以及其他青少年的制服團隊一同參與，展現出年輕一代的愛國愛港情懷、國家安全意識和責任感。為了維持國家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香港社會各界務必團結一致，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捍衛國家安全，從而更扎實地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增進廣大市民的福祉。